果上面没有雾比较好。很可爱，好，他知道我们在看他。那个好像不是麻辣哎。那是什么？还是小婶婶？不是麻辣。可是颜色看起来很像啊。不是哈密瓜，瓜啦，香瓜那种的。你们看，哦，你眼力真好。因为我看，刚好是香瓜的。香瓜，嗯，香瓜绿色的。对，麻辣的季节还没出来。没有那个张姐姐家拍照。没有，楼下还有很多人。楼下还有那两个，可是那边雾很大。对呀、啊，你这边是最好的。对啊，那个高位拍。没想到上面没雾。好笑的，我就偷吃了。哎啊，那只有吗？没有，小在睡觉，因为小在睡觉。他没有吃，睡不着啊，刚刚就在那边跑来跑去。那边整只睡不着，是，这个我也觉得有点憨憨的，好可爱。但是他真的可爱。所以我不敢再去别的动物园看熊猫了，我已经看一只别的名字，别的动物园你要出国看呢、欸？不要，我也要帮他去试山看那个福宝、嗯。我上次去东京了，香香哦，不是看香香，那是谁？他们看到他妈妈哦，什么仙女啊？吃完了，他跟他弟弟约了，因为他爸妈都是卖狗，因为他爸妈都死掉，他只有他弟弟跟弟媳啊，跟我一样啊，哎，你也是哦，你那个妹妹呀、啊。那个没有东西可以吃啊，他在睡，啊，他重睡，一个重睡，一个重吃，他怎么吃这么久？吃完了。吃完了啦，元宝是很可怕的，要再吃方便，不要太瘦。它还比较小只一点。对，它比较小只。它可能有胃溃疡啊什么的，营养师都没问题。你看，再看我们的图上看。眨眼哦。瓜很甜，啊，今年他的生日不知道怎么过。啊，他们那个休馆的话，对啊，他不知道怎么过。我看也没得过，他不是刚好我有看那个 Facebook， 他好像是到6月几号到6月28，19，对呀、啊，刚
刚好上课跟那个。他的那个，他其实可以二发八过啊，哈。Okay.